之前我是从事教育行业的，我是做幼教的，现在我已经加入了九天立。我在这之前呢，就是一名家庭主妇。那么今天我很高兴认识了九天立。我是美容出身，现在我全是九天立。我是商业厨房设备供应商，现在已经加入了九天立。我是做房地产的，现在已经加入了九天立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老师，欢迎大家加入九天立，包你赚钱。努力，完成一个亿，好不好？九天立下，冲上云霄。